今晚吃啥？继续往下看。首先准备土豆去皮，用拨浪刀切除你喜欢的形状，再装入碗中，加入清水清洗掉表面的淀粉，然后水开放入土豆，再加入一勺盐搅拌均匀，两三分钟左右差不多就熟了，然后捞出来装入一个大碗中，调味放入蒜末、小米辣、辣椒粉，热油炸香，再放入盐、白糖、熟芝麻、花椒粉、葱花、香菜、酱油、陈醋、香油，戴上手套用手抓拌均匀。狼牙土豆条，喜欢的双击关注，感谢支持。